之前说了吗？他不说。我们得让钱啊，这把子上面其中他妈是一块的。反正他光出现就是在我看不到，光出现了吗？以后怎么还怎么还不找我？这回不来没看，我也不太懂，没办法玩我这。最后一次，我再一千五，到底再付点什么了？我突然觉得我给那客户报多少钱？报一千，然后问交通票多少钱？一千五，再问你一千五。挺好的，咱就是为了配件儿花了，知道吧？得使劲弄，他说不对，咱的设备在咱这儿呢，咱可打一啊。就是这个问题放了。